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所以点解而家你明白啦？如果你个主导你嘅部分全部冇一样嘢行真理嘅，就系偶然呢啲下意识啊、潜意识嘅会行嘅真理咧，咁你咪得你下意识、潜意识上到天堂咯？即系净系有下意识、潜意识嘅咪就系植物咯？系咪？或者你系棵万年青啊，或者系咩都好啦，总之唔系人啦，定？但你自己导致的，你导致到你只能够有这些机能上到天堂。咁所以变咗我尝试将 AI 解翻信用俾你听咧。首先咧，你当人生咧就系、是、一个锻炼咧，一个 AI 佢能够点样成为一个有躯体嘅一个物件先啦。咁原来喺个 game 度咧，呢、这个 AI 入咗去啦。咁呢个 AI 咧？做完曬所有即係成個 program 嘅考驗啊，即係好似我哋人生咁啦，虛擬考驗咁樣啦。咁喺嗰個過程當中，由頭到尾，其實每樣嘢都唔合格。佢唯一合格就係眨眼嘅啫，眨眼係呢樣合格，即係合規格嘅。嗱，你知啦，每一樣出廠都係噶嘛，即係話 Apple 佢又會 QC 噶嘛，係咪？即係我哋嘅生日回禮都 QC 啦，係咪？我啲燈效都 QC 咧，咁我哋會 QC 噶嘛，係咪？QC 就是说就是将它就是这个 AI 能够主导控制合格的部分会拎出来，然后给了一些用途它。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人生，就是你有用的部分拎上去永恒给一些用途它。现在我们看看个 game 先。个 game 的 AI 呢，哇，它又飞天遁地，又可以拎武器，又可以打，又可以打，全部拎来去破坏的。自己的敵國不打，專打自己人，諸如此類，明明有瞄準器的他就不用的，總之有得他自由發展的，他射出飛彈，我就叫他去耕田啊，成啊，他就用核污染去耕田，總之他喜歡怎樣都可以了，這個很多人都是這樣的人生。好啦，但總之在裡面全部沒有一樣東西合拍的，沒有一樣東西剛好那個 game 的那一層裡面要做的事即是做破壞的，即成日好像疏咗的 AI 嚟嘅，佢由頭到尾做得啱嘅就係眨眼，眨眼。咁人至義盡啦，離開呢個 game 啦，按住佢能夠做啱嘅嘢，做好嘅，做得準嘅嘢，俾用途佢。咁你諗下喺呢個 game 之後，呢、這個 AI 做到咩咧？眨眼。咁當然唔會俾成個人企喺度然後眨眼啦，係咪？咁可能俾一個玩具咁樣眨下眨下眼咁樣咯，係咪？佢成世永恆眨眼。其實而家你就係咁樣。我哋其實擁有嘅所有嘢都唔係我哋自己創造，唔係我哋自己授予，甚至我哋識得享受、識得追尋、識得有夢想、識得有要求、識得滿足自己，全部都唔係我哋自己嘅。但係你有冇將嗰樣用喺善嗰面咧？你嘅思想，你有冇思想喺善嗰度？你嘅説話。为什么圣经里面连我们讲的一句说话都要句句计较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把口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原因就是说，所有这些不好的、不能够去永恒的会拎走的。所以有些人去主导思想 99% 都是不上到天堂。那他剩下 1% 上到天堂，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些人呢，很多人是认知障碍那些呢，很多時候是沒有了 10% 的腦的，不是 99%， 但你天堂一定有很多人是沒有了 99%， 你就明白為什麼，因為我們都是一個虛擬世界，一個虛擬現實，所以有些人就盡去所能在任何的範圍當中發展他的 prophetic、啊、發展他的所有的東西、啊、成啊這樣，明白嗎？即是說我是做講道之恩，是做填歌詞的，但我同佢都可以聽到神嘅聲音，但唔同方向嘅喎。即係話，我同佢都可以喺咁嘅過程當中，同我哋身邊嘅 leader 所有人去 fellowship 啊，佢好 nice 啊，係咪？發展我哋好嘅性格啊，我同佢都得嘅喎，係咪？即係話換句話講，你每一個崗位都可以全人咁發展，但係你迫使自己繼續唔發展嘅話，我提你究竟我係好人定壞人？係咪先？我身為你牧師，我唔提先至害你。我提你不做你就抵死，即我只能够讲这句，即是抵死。因为记住你的自尊心啊，你那些不似神的任何东西是不会离得开这个地球，你不用想，是的，因为这个虚拟世界就用得着你那些东西。
并且可以有得你破坏，但天国系唔得。系啊，即系啲埋怨啊、自私啊、纷争啊，哇！上面天堂呢个黑衣人组别上到天堂啦，咁啊，哇！嗰度系黄丝带组别啊，真系你以为天堂可以咁样？系咪黐线噶你？天堂唔系香港政府管理嘅，唔系人管理嘅，天堂系神管理。然后佢嘅圣经话俾你听，佢系几严。不过你冇谂到点解佢咁严咯？原因就系生命本身系有个选择，系神去有个过滤嘅格，去过滤晒所有。即系你总之而家有晒所有机能啦，但系你下意识觉得你系上天堂有晒所有机能咧，你简直系痴心妄想。因为你所有拥有嘅机能都而家系白白俾你嘅，但系天堂嘅新嘅复活身体咧，唔系白白俾你，系你赚翻嚟嘅。有冇圣经讲啊？有圣经讲。咁你赚过啲乜嘢？你想想你赚紧啲乜嘢？系咪你点过你一生？你点选择用你嘅口、用你嘅面容、用你嘅时间、用你嘅金钱？系咪？你点选择去对你嘅配偶、你嘅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？呢啲全部系送咗俾你嘅，所以我都话，我都成日讲，我哋欠咗神嘅，系借住俾你先嘅。我用呢个字眼系咪？你又明啦？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深信你的旨意是世间真意，是我心最沉，是今古约时，从何想找到你的旨意？愿这生专心不移，在每天实践属天的旨意，全心奔往公正天路，我开心叹息倦意，肩背伟大使命延续，热心永未停止，实践天国真理公义，愿可最终得赏赐，让我每日情奉委身心志，全心奔往公正天路，挪开心叹息倦意，肩背伟大使命延续，热心永未停止，实践天国真理公义，愿可最终得赏赐，让我每日情奉委身心志，深信你的旨意是世间真意，是我心最沉，是今古约时，我想找到你的旨意，愿这生专心不移，在每天实践属天的旨意。